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脚伸直，不要动，要用力，你不要动。手机到底有跳一球了吗？有跳了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。讲一下说刚刚的状况，那个骑摩托车过去那边了，一台车子在那边就卡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注意到里面没有人呐。啊，骑摩托车到我们那个机车道那边往上爬，没有看到路边很多那个吊车的零件呐，他就把它拨到旁边去啊，停下来把它拨到旁边，不会影响人家骑摩托车啊。结果我注意看到，好像和对面一个人都跑在那边。把那个人一个小孩子拉出来，我就赶快跑下来帮忙拉抬啊，嗯，就把他抬出来啊，他抬到路边呢、啊。啊，那你怎么知道驾驶是林志颖？哎、欸，哦，他们阿蛇问的啊，啊，他林志颖啊，啊，他的，啊、我好奇嘛，求证啊，求证就、啊。他的状况怎样？啊，就跟右手好像有脱臼了，右手脱臼。哎啊。全身有黑青啊、血啊这样子。啊，你看到说是他已经撞上去了，嘿，已经撞上去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